我发现同学还不错哦，很快都几乎都做出来了，而且这个还蛮好用的。以后至少你要做个按钮，能够直接按下输出，应该没有问题的。唬唬人总是没有问题的哈、哦。至少这个是算最简单，那这个写这个应该已经慢慢很熟练的。我看大家好像很快都可以做出要的结果。那实际上要变动的话，实际上就是什么？你会发现啦，其实就是什么？把那个2B2 的2哈、哦、做什么呢？做改成 I 就可以了。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一样跑个回圈，然后呢再把什么把公式贴上。那、啊、里面呢基本上里面好像没有双引号，所以呢其实只要把这个啊没有把这个 B2 改成 I， 好、哦、那 B2 这边改成 I 啊，基本上呢输出就 OK 了啊，其他的话就做个清除。就完成这两个按钮啊，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哈，因为之前同学比较容易做错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呢，现在我们是开两个 Excel 档，所以记得哦，你要加那个模组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加对地方哦，你要看一下你加的是不是？因为之前有同学什么，直接呢就把程式写在数学函数里面的模组，然后后来存档之后呢？其实找不到，哎，不是原来我写吗？哦，原来你写到别人家里去了，然后你存档就变在别人家里。那为什么可以执行呢？因为你目前数学函数也有打开，所以也可以执行。但是你关起来之后呢，你的资料就你的程式就跑到别人家去了，那你原来的东西就不见了。哦，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哦。记得是在这个 VBA 的 project 后面的名称要对到的是。你的那个什么了档案名称哦，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哦，因为这还蛮常遇到的，就是他把它写在哪里呢？写到数学模式的下面这边，数学这里，哦，就有点像这样了，就是这个程式吧，它可能放在哪里？放在数学，想说哎，已经有白色的地方，就把它直接写在这边，哦，然后这边呢里面是没有的，所以把它移除，它里面就是没有东西，长相这样子。一看，哎，对啊，你为什么放人家家里那边去呢？啊，自然就不见了。正常应该是，请你注意上面的 VBA project 啊，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很常犯的错误。主要原因是因为啊，这个专案的这边的宽度有时候不足，所以看起来好像都一样，就很容易造成错误。所以你也许可以怎么样，把它拉宽一点点，然后按右键哦，插入一个模组之后，才能够去撰写刚刚的程式。所以刚刚的程式啊。那你要把它改回来的话，你就把这两段程式剪下之后呢，再把它贴到这边来，这样就 OK 了齁、哦、啊，记得改个位置就完成齁、哦。那再来的话呢，有一个问题说，如果我希望齁、哦、保护资料，像这边我延伸性的就是因为这个公式齁、哦、非常冗长，而且你希望呢不要被人家知道，第一个怎么样让公式不要被看到，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如果不希望这个资料被篡改，所谓的被篡改就是这个地方不能改，他如果要修改的话，他会跳出说这个地方不能够做变更。好、哦，那应该知道吧？哈、哦，第一个，我的习惯是先把它全选，全选的话呢，就是左上角这个按钮按右键，储存格格式，全选之后哈。哦先确认一件事情，什么事呢？最右边这边有个保护，先把那个锁定这边哈，本来有锁定的全部都变成没有锁定，为什么呢？因为我只需要保护的范围只有在 C2 到下面这个范围，好，这个范围是我要保护的，那所以我先把全部先取消掉。再把这个范围做锁定跟隐藏，啊，隐藏的话是隐藏公式，锁定就是保护资料哦。OK， 所以两个是分开来的哈、哦。那我先把它取消，按确定。第二步的话呢，再到 C2 哈、哦，把这个底下的范围整个选起来，或者你 C2 Ctrl Shift 向下 ，Ctrl Shift 向下哦。然后做什么？再按右键储存格格式，再把这个范围呢锁定跟隐藏。其他不锁定，其他不隐藏，只有这个范围齁、哦。那当然如果以后你要全部你就全选了，两个锁定隐藏就可以齁、哦。按确定之后好。那做完这个动作之后的话齁、哦、它还不会马上保护哦。你必须怎么样，必须要到那个按个确定之后到校阅里面，校阅里面有个保护工作表。
这个时候呢，你直接按确定。不过我是建议哦，上面有个密码，请你呢要做什么？做输入密码动作。然后我输入密码，因为如果你不输入密码的话，哈，人家直接按取消保护，它就取消掉了，里面的东西都被看到哈。按确定，确定之后的话呢，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那各位可以发现哈，我保护完之后呢，第一个可能会看到的效果就是我把游标放在上面之后呢，上面的公式呢就会消失了。OK， 应该有用过吧哈？至少你要什么？有些你花了很多心思想出来的公式哈，你当然不希望很容易就被知道。那有什么方法呢？其实就这个方法哦，把它隐藏就可以了。所以第一个隐藏指的是隐藏公式啊。第二个的话呢，保护呢，那比如说有人要篡改资料的话，他可能王庆禄哈、哦、这个老师，他可能没有，但是他自己要动手改，哎，马上跳出什么？您所变更的储存格什么什么已经被保护了，无法变更。底下会跟你讲说，如果你要取消，你如果要变更的话，你要取消哦，哦而且还告诉他说，在校阅，所以那个老师可能会知道哦，在校阅里面有一个取消，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加密码的话，你按取消保护工作表，它就整个取消。那因为我有加密码，所以它跳出来会有密码。当然，他如果不知道的话，他可能输入上去，哎，他会跟你讲哦，密码不符哦，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动手去变更了。好、哦，所以这边的话呢，取消，哎，除非你要是正确的啦，哦 ，OK， 按确定，这个时候呢，他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公式，也才可以去变更资料。那谁会知道？当然就只有你知道啊。所以你如果要把档案给别人之前，我是强烈建议哦，一定要做一些保护的措施，否则的话之后哈、哦，有一些问题发生的时候，哎，到底是谁改的？那、啊、因为 Excel 里面它没有 log 啊，没有那个，对吧、啊？所以有时候会，它会有一些纠纷，那就麻烦了。所以怎么样？与其这样哈、哦，倒不如你先做防范措施。所以怎么办呢？记得哈、哦，先把它保护一下，保护工作表，输入密码。再一次，好，这样就保护起来了。不过会有个问题啊，就是说之前都有同学保护了，可是他密码忘记了。对，那密码忘记了，他说老师怎么办？我密码忘记了。那你密码忘记，就跟你家钥匙掉了，你来找我，我有办法，我又不是锁匠，对不对哈？我怎么会知道你的密码嘛？所以如果你密码忘记哈，那当然也就。基本上是以正常的程序是无解了。那后来就是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其实如果你保护之后有没有？假设你要把它破解的话，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什么方法？就是呢，你可以把这个档案哈、哦、上传到 Google 云端硬碟。上传的时候 ，Excel 的微软的 Excel 的档案格式，它会转成 Google 的格式 ，Google 的试算表。那因为 Google 试算表里面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呢，它会自动把这个功能给去掉。去掉之后呢，放到 Google 试算表的那个试算表档案呢，就会显示出里面的公式，而且也不会保护了、哦。那你再把它从 Google 试算表下载下来的，那就是一个没有保护的那个 Excel 档哦，应该懂那个逻辑吧？哈、哦，啊，因为这边。没办法 demo 啦，因为其他地方我都会直接 demo， 很快很简单。因为 Google 试算，你要传到 Google 上去其实还蛮容易的啦。哦，那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找一台电脑，可能自己这边好像没办法啦，哦，开 Google 还没办法开，所以，那我可以连我自己的 WiFi 吗？可以，可以哈、哦。那连我这些 WiFi demo 给各位看就好了，也可以破解了哈、哦。不过，有需要，像刚刚有保护住了，那其实哈、哦，不过我这个地方没有取消，目前也看不到，那我可以怎么样？先把它储存好了，好，储存档案，那我把它存在，也许我把它另存新档啊，存在一个比较好找的位置，我把它存在我桌面上面好了，
那你如果要把它破解的话，哈，其实你直接怎么样？直接把这个档案哈上传到 Google 上去。现在是看不到上面的公式嘛？那如果将来哈，假设人家给你的档案，然后可是你又很想知道他是怎么做的话，那你可以怎么样？先登录你的那个云端硬碟。第二的话呢，就是在你云端硬碟里面哈，反正我找一个资料夹，我把它上传上去就可以了。好，我云端硬碟其实目前它给我的空间哈是。总共一 TB 啦，哦，我这边有一 TB 哦，而且是完全免费的，Google 免费给我使用一 TB 哦，哦，那所以呢，像刚刚那个东西哦，我要把它上传之前哦，如果要把它破解哦，其实第一个你要先检查一下，右上角这边有个设定，设定这边点有没有齿轮呐？哦，齿轮那边把它设定一下，啊，确定一下是什么，把这个。转换上传的档案这边哈，把它打勾，因为它会把 Excel 转换成 Google 的试算表，那这个一定要打勾，因为如果没有打勾的话，它就不会转换，不会转换就不会破解。按右键呢上传档案，把它上传到这个资料夹，我放桌面上面，然后可以怎么找到我刚刚那个档案？我刚刚那个档案把它传上去之后的话，那啊在这里，OK。那刚刚本来会有保护的情况下，那因为呢，在 Google 试算表里面没有这个功能，所以他就把这个功能给拿掉了。所以拿掉之后的话，那本来有保护的东西呢，现在的话呢，打开来看一下，基本上啊，本来这边那个公式看不到，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把它点它一下，哎，你会发现哦，有没有？刚刚是保护的状态哦，现在呢，有没有？公式就看到了。也就是说，其实哈。那个 Google 就把它破解了，微软就的东西就被 Google 给破解掉了哈。啊，但如果你要现在是在云端上面，啊，如果你又要把它弄回来的话哈，档案里面有一个叫做下载，下载格式里面就可以再下载回什么 Excel，也就是说你可以利用它呢，帮它做一个转换、破解、下载。所以下载下来的这个档案呢，基本上就已经是破解了。OK，所以哈，这招还蛮管用的。有一些东西我是只是，有破解公式吗？有破对，解 VBA 吗？不过 VBA 是这样啦，因为 Google 它不支援 VBA，所以你东西放上去，它也里面，即便你有 VBA，放到 Google 试算表的 VBA 也会消失哦。OK，所以里面如果有 VBA 哈，传上去它 VBA 那部分，它也会把它拿掉了，因为它不支援。好，OK，所以这个可能要知道一下。那因为我们刚好是，如果需要破解，那它是人家的那个资料里面有保护的情况下，那你可以用这一招了。哈，这个是刚好应该是歪打正着了。哦，它不是主要功能。哈，好，所以这个部分呢，跟各位说明一下。另外的话，哈，我待会会跟各位讲另外一个那个云端硬碟，哈，就是我们上课的所有的东西。有些没有答案的话，云端上面也会有蛮完整的。那个网址部分的话，哈，是找到那个云端白板画面，哦，云端白板画面的话，里面呢就是我里面放答案的部分。那所谓的云端白板，哦，这个也是我自己创的一个名称，因为以前都要把它写在白板，可是现在连白板都没有怎么办？哦，啊，干脆就把它直接放在云端上面。然后呢，其实上课的话，我就叫同学直接到上面去找答案。那数学函数里面，比如说你要找什么？找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一题哈。这个数学函数里面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数学函数这边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其实上面都有哈更完整的那个答案，好，所以这边都有啦。哦啊，如果说像这个好处是你可以复制贴上，像刚刚那个什么呢？公式保护下面这边什么？这边有个研习时数统计表，这两段。啊，这个好处是什么？你可以把它选取，Ctrl C，Ctrl V，哎，就 OK 了。不过当然上课还是自己打比较 OK，因为有些东西贴上之后你可以 run，可是为什么会这样？你可能不知道来龙去脉哈，所以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那每一个都有，那有一些可能没有提到的，其实上面都有。基本上我会在旁边放一个练习档，然后呢，另外也会有个蓝色的，是一个解答档，哦，所以有些东西啦，你如果有兴趣的话，自己进度比较快，你也许可以到云端上面呢去找找答案。那其实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哈，还有综合的高阶函数范，那这个
刚刚提到就是那个没有答案的，上面都有哦。OK， 另外还有其他补充范例，这个其他补充范例甚至更多，有入门有进阶，这个有些是同学发的问题，哦，还有更多哦。这边有一堆范例，然后呢，我是把它整理，有一个练习题，然后有一个解答，哦，然后就把它放。如果有兴趣同学呢，自己再上到这边去找找了哈，哦，里面东西放太蛮多的，哦 ，OK， 不会不会。不会一直都在上面。那接下来的话来看一下，刚刚特别重要就是云端的部分。那因为我们这边基本上因为可能有管制啦，所以比较没有那么方便，而且你可以用一些方法。那因为我用云端其实用的蛮久的，从它开始有我就开始用了，所以我算是它的忠实用户。那它也会给我免费的资源，所以像我目前放了241GB 上去，然后我有 1TB 的空间。后来我发现放我自己的硬碟还不如放云端安全。为什么？因为硬碟哪一天挂掉，像 前几天吧，就突然电脑就没办法开机了，出现黑画面怎么办，对不对？那你就想办法。不过还好，对我们来说这种都是小 case，最怕是没有备份到而已啦，很多人就是没有备，所以我很多时候都会把东西放云端上，哦，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刚有提到，哦，第一个破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如果我希望怎么样，像刚刚有那个做了什么呢，做了保护，可是这个时候保护按下去之后就挂掉了，为什么？因为有保护，除非说你要先怎么样，手动把它取消，然后呢再去做 VBA， 可是这样很麻烦啊，你要手动取消，然后再按按钮，然后再把它设定保护，这样感觉好像有点半自动的味道，哦，那如果你希望全自动的话，如何在 VBA 里面做完这件事，哦，第一个，哦，特别注意，如果你按下它会挂掉的话，那请你在这边，哦，做几件事。第一个要修改，哦，还是到 VBA 里面。那 VBA 里面的话记得，哦，如果你要动态的去把那个保护给关掉的话，其实哈，它的语法就是什么，接下来你要认识一个物件叫 active， active 顾名思义嘛，目前活动的工作表叫 sheet， 有没有 active sheet， 点下去就是说它后面有个方法，就是帮我把目前的这个工作表取消保护，那取消保护的英文叫什么，unprotect 嘛，对不对 ？un 嘛，哈 ，protect，unprotect 就可以，哈，空一格之后的话，小刮胡，里面呢放双引号，告诉他密码，那我密码是1234，好 ，OK， 好，这样子的话呢，那特别注意，我打那个程式的时候全部打小写，不过它不会提示啦。啊，如果你移开的话，有没有看到首字都变大写了？如果你移开首字变大写的话，那表示你程式没错哦。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哈，叫 active sheet 点 unprotect 刮胡里面呢放密码，它就会怎么样，在程式执行的时候先做什么，取消保护。好啊，那可是你程式跑完之后的话，还要再保护啊，不然又没保护，所以怎么样 ？Ctrl C， 在 for next 的下面呢，做一个什么呢？把它再保护啊，再保护的话呢，就是把 un 拿掉。protect 嘛，对不对？所以 protect 还是1234写完了啊，因为有两个 sub， 所以记得哈，可能这边的话要放两段，一个地方就是反正开头呢都是 unprotect， 然后呢结束的话呢一定是 protect， OK， 好，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呢就完成了，所以刚刚呢会卡住，对不对？如果你加了这个叙述之后，恭喜你不会卡住了，好，而且还蛮好用的啊，因为很多人会保护，可是不会取消保护，蛮多同学问啊，因为老师我工作就是会保护很多东西啊，那你总不能说我 VBA 写完之后我要手动去取消，然后最后呢弄完之后再把它保护，啊，其实哈，不用，你就这样加这样，而且还蛮好记的啦，这也不用特别去背它啦，这东西有点像很习惯性，像空气一样嘛，打上去就好了，而且只差别是要打英文而已啊。而且这些英文我是觉得都是很直觉的英文啊，像我这些背这些像它的一些相关的后面的方法啊属性啊，其实因为都是英文，对，可以理解的英文啊，所以我都没有特别去背它啊。
好，那做完之后我们来试一下哦。刚刚会有问题，我们现在会不会有问题？我把它按下去取清除看看。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可以清除了。好、哦，那再输出有没有问题？哎，也没问题了。不过哈、哦，你可能想要看细节的话，其实你可以怎么按 F8？ 假如说你觉得哎，到底这怎么回事啊？其实你可以怎么样？切到校页这边哦，你可以发现啊，用 F8 来逐行执行哦，你会发现哦，它会有蛮特别的地方。那我游标一样放这边哦，那我按 F8 看看 ，F8 哦，先清除好了，清除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哦，基本上它的程式是怎么执行的呢？那往下移动看看哦，按 F8 清除看看 F8。它会先怎么样？各位可以看一下哈、哦，这一行现在还没执行哦。好、哦，那这边的话呢，你看取消保护这样。如果我执行这一行的话呢，它会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哦，它的图示上面马上变更了。其实就等同那一行，就等同你那个点那个取消保护，然后输入密码。但是其实在 VBA 就那么一行程式就可以了。哦，所以这一行还蛮好用的哈、哦，啊，其他后面都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哦，直接我把它直接清除，哎，你会发现这边也清除掉了哈、哦，然后后面的话就直接全部跑完，把它全部清除，全部清完之后的话呢，那 protect 这一行呢，你如果执行的话，就等同什么，按下保护工作表，并且加了密码，哎 ，OK， 哦，所以你会发现哦，就这两行。哦，就完成了，所以基本上呢，一样执行，它就不会有问题。所以未来如果你要配合什么呢？取消保护跟保护工作表，就两行程式啊。其实两行程式里面就是 protect 跟 unprotect 嘛，就这样而已。后面呢，其实只要加上密码就可以搞定了。哦，啊、这个其实哈、哦、也是一样啊，也是同学问的问题啊，因为他 Google 也网络上也找不到答案。所以他后来跑来问我说：“很简单，就这样而已啊，啊，就这样子哦，对啊，吼、哦，所以这个东西其实 VBA 很多东西真的很不是很困难的东西，只是你没有答案，你还是没有答案，哦，啊，你如果不会的话，就是只能手动而已啦，哦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吼、哦，还有一个问题，没事。那我问你，可以问一下，那别的开发人员是看得到吗？看得到啊，完全是看得到的，对。”所以你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刚好我正要讲，你就问了，齁、哦。什么问题呢？就是，不过一般人是不太，除非说他有学过啦，不然的话呢，齁、哦、他如果没有学过 VBA, 他也不会知道说这边有密码。齁、哦、所以这种只能防君子不防小人，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有很厉害，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你可以再把你的什么呢 ,VBA 加个密码不就好了，因为他如果一般人是直接打开档案进到 VBA 就可以看到程式，可是你们现在写到目前为止、哦、都没有保护，所以人家很容易就看到你到底写了什么，对不对？而且可以拿把你的程式拿走都 OK,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慢慢有累积一点东西了，你也慢慢比较有智慧财产权的概念，而且这个智慧财产权还真的蛮重要的，因为我发现网络上很多好像做股市方面的那个程式的哦，它其实还卖蛮贵的。那天我同学跟我讲说，哦，卖好贵的钱，可是你还是会跟他买。所以，其实我现在比较缺的那个 know how。如果有同学是有那个 know how， 然后跟我合作的话，我可以写出对应的程式，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可以拿来卖钱，甚至弄个公司，对不对？哈，我这开玩笑，我没有，也不是没有。也不是不可能的、啊、只是说呢我们写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给人家了，人家直接把它打开会变别人的，所以怎么办呢？保护密码，怎么保护密码？非常简单，记得哦，如果说我们写完的时候这边有密码1234好了，你不希望被别人看见的话，很简单，请你到 VBA Project 在上方哦，记得你要找对的那个专案，按右键，右键里面有一个叫 VBA Project 的属性，属性这个地方的话呢，找到有没有？哎，右边有个保护，对，请你在保护下方呢先打勾，加上密码。我密码建议是用比较简单的哦，不要那个弄一个很复杂的密码，像我都用1234了哈、哦。OK, 只有这里用1234，
其他地方不会用一二三四啊。上课的那个档案我都用一二三四哦。OK， 好，那你按确定之后的话，这个时候呢，目前还是可以打开，但是如果你现在把它关闭，并且做储存的话，哦，那你再把它怎么样？再次开启它，因为我放桌面上，所以这个桌面上这个档案打开来。那刚刚同学问的问题就是说，哎，刚刚那个我的 protect 跟 unprotect 密码啊 ，protect 密码哈，把它启用一下，都可以看到。可是现在如果说我把它关闭，再重开的话，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那个专案呢也会出现。可是你会发现它比较奇怪，以前是你一开起来，它 VBA project 是直接展开来的，可是现在是没有，为什么？因为它设了密码，你点一下前面的加号，或者点它一下，点两下也可以，它这个时候会出现密码，有没有？那如果你不知道密码的话，那你就直接怎么样？无法开启，密码不正确。除非你要真的知道密码，它才能够怎么样，把你刚刚写的模组里面的东西可以被看到。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在里面写了一个 unprotect 的密码的话，那你可能还要在什么 VBA 的专案上面再加一个密码。OK， 大概是这样的哈，确保两重的这个保护啊。但是你会想说，老师，他那个 VBA 的密码能不能破解？是不是丢到 Google 也可以破解？哦，没有，没办法，因为 Google 上面呢，他只会把 VBA 给删掉，因为两家不同公司，他们用的技术不同，所以你丢到那个 Google 试算表里面的 VBA 就会消失了，他没有这个对应的关系，哦，所以 VBA 就不见了。OK。那可是如果说你实在密码忘记的话，你也不要找我了，因为我也不会知道，但是有没有方法破解？有，很多东西都有潜规则，任何行业都有啦，只是说很多东西尽量我们还是走大门，然后不要走那个小路。如果实在你有问题的话，可以再跟我那个私下啦，但这种东西不适合公开的讲。OK， 好，大概是这样了。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那个检视这边啊，教育里面要取消保护的话，记得用 unprotect 加 protect 啊。最后呢，记得在你的那个开发人员的地方，记得也加上一个那个保护部分，记得从属性这边右键属性保护加个密码啊。当然未来如果你要把密码拿掉的话，就把它倒过来再存档回来就不见了，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慢慢养成好习惯，因为毕竟这是你写的，你的智慧财产，所以呢，你将来把它保护起来的话，那基本上呢，这就是你的财产，甚至我学生也是啊，他学了这个之后呢，甚至也自己开了工作室啊，专门帮人家接案子，也帮我看到他最近也学我录一些影片，放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然后还有很多人去找他，就是解决问题啦。OK， 好，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就是怎么用动态的方式呢，去增加那个保护跟解除保护部分。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试一下。那待会的话呢，我们再来就要来看那个count 方面的相关的应用。刚刚是 sum 是加总，那 count 是什么呢 ？count 是计算笔数。所以等一下呢，也许做完之后可以再切到那个 count 相关的函数看一下。